只有智者才能有智慧的助人。无论你已经多么聪明，在这条道路上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所以在这里，也必须有辨别力。你必须仔细思考，什么是值得学习的。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，有一天你会拥有所有的知识，但当你只拥有一部分时，要尽力保证是最有用的部分。神性是智慧，也是爱。你拥有的智慧越多，你就越能彰显神性。学习吧，但首先要学习那些最能帮助你利益他人的东西。耐心地学习吧，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你有智慧，甚至不是为了智慧本身所带来的幸福，而是因为只有智者才能有智慧地助人。无论你多么想帮助别人，但如果你无知，你所造成的弊可能